我是铁道旅行安排者 Rebel， 在百年青年10月27号美术馆站17:50拍摄的是3248次，要上线看新竹的微笑不区域监测的单机站，这相片的话站都点不到去观看片。3248次要上线看新竹的区域监测的单机站，来让他等着，要上线看新竹的区域监测，这相片的话站都点不到去观看片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美术馆到新竹区间中鲁克站。又是蟑螂也有白行圈的。沿有白行8辆二组区间成了相片馆站都点的几个航片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美术馆到新竹区间中鲁克站。今天3248也是用蟑螂医院摆行圈的，傻眼呢，是吧？然后又是这，没有，也有36+35辆二组两圈的。这相片干嘛在？都点不到，已经关好片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328这因为版型圈的实景美术馆的协会，就这样，拜拜。